这真的太有趣，我真的太有趣了。因为呢，柯文哲呢现在有点像 打不死的蟑螂，就是说我现在戏称这些人叫做精酿柯粉。什么叫精酿柯粉？就是一直因为柯文哲一直招精嘛，招精就慢慢散掉，可是留下来这 16.68 就精酿的哦，跟精酿啤酒一样。现在精酿柯粉哦，现在已经歪了，歪到什么程度？我就最近柯粉哦，难怪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，一群怪咖在那边取暖。最好笑的是这个，昨天呢，民众党吴欣盈跑去花莲嘛，展开座谈会。观众朋友，你们没有看错哦，这是柯文哲柯粉公开在媒体前面跟吴欣盈讲的话哦。民众党花莲妇女后援会成员说，他刚来花莲的时候，觉得怎么这么多原住民？因为我们在台北很少看到原住民。那你很看到原住民就算了，他下句话就说，整个草丛遍地都是原住民，有这种事？原住民在草丛里吗？他是不是中文不好，把原住民跟其他的东西搞错了？不是，草丛里，花莲也没有那么多草丛，好不好？不要讲的好像等。然后对我这个都市来说，我真的有点害怕，走在路上我都会怕，这什么奇怪柯粉啊？你走在路上，然后旁边有草丛，然后草丛里面有原住民，这样子是不是？然后拿着矛，什么玩意嘛？你是无缝是不是？好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柯粉说什么？会投赖萧的大多是既得利益者和智力不足的傻子，有没有搞错啊？马上下面有人呛他，笑死，先要开地图炮就对了。我投赖萧，我交大的，你某学校的，我不要讲名字哦。那个伤感情，谁智力不足谁傻子，被呛趴。最夸张是矿工的部分，柯粉也有人留言抱怨，那么多就不要当矿工啊，矿工高风险也伴随高收入，有吗？ Excuse me， 矿工有高收入吗？风险跟报酬从正比成正比，这个国小就有教了吧，不必说的矿工好像很可怜一样。哎呀，川现在柯粉到底发什么疯？就他已经变成一群很奇怪的人，然后价值观偏差，说原住民在草丛里很可怕的人，说矿工是高风险高收入的人，说支持赖萧是既得利益者跟智力不足的傻子，柯粉发什么疯？其实，在花莲啊，原住民是占花莲族群的四分之一，这花莲是一个种族完全融合的地方，对啊，但是也有外省人呢。他是就是说，原来中国各省级的四分之一哦，然后。原来这个所谓的本省级的这个四分之一，或者叫吴老人什么闽南人不管，然后这四分之一，然后原住民占四分之一，客家人占四分之一，哎呦，这是一个非常融合的一个县。他说都在草丛里。对，他这种人讲这种话就是他把原住民贬得很低，草丛都觉得好像在神出鬼没，然后忽然间会跳出来，然后呢，我都市人走在路上都很怕。现在谁去走在花莲的街头会很怕？没有人吧？然后旁边哪里有草丛？我们去，你真的是花莲人吗？我们不管在花莲市区看看哪有草丛。我们在花莲市区或者在马吉都比草多，我跟你讲。在花东纵谷，在这个海岸线，我们也不会说什么旁边忽然间跳出一个什么，就是我跟你讲，现在全世界哦，就是有受过教育的人都知道嘛，种族啊、阶级啊、职业啊、性别啊这一些。基本上都不能有歧视，完全不可以有歧视，哎，就是说你不能说啊，她是女的，光你讲这句话说，哦，她是女的，那这个就有点歧视，哦，她做工的，她是劳工阶级，哎，光这种话，现在讲话，尤其政治人物都要很小心，哎，就说哦，她是原住民了，哦，难怪，哦，她原住民，讲这个你就挂了，我跟你讲，她还妇女，民众党花莲妇女后援会成员，她要表现的自己比较。盖格秀嘛，这种叫做盖格秀，不是盖格秀。然后说去挺赖萧的，对啊，去挺赖萧怎样？我这辈子就不会读书啊，我这辈子什么都不会，就只会读书啊。我在台大念12年半，你笑我啊？不是这样，你去比这些冲这些学历，然后有时候去占南北，然后占种族，然后占你原来的出身。他连矿工都可以说成是高风险跟高收入的。不讲这个，哎，这一条是。最让人家不爽的就这一条，
当时的矿工是怎样？是要去考试还是怎样？然后没考上去当矿工吗？不是呢，当矿工那些人都是大家最近这一两个月听这些矿工的故事，才知道什么叫做出门还不一定会回来哎。对。然后什么学校读书读到一半，老师说某某某你回家，对不对？对。这种故事现在大陆陆续听到哎，你以为这些人想当矿工啊？然后说什么 你就是没读书啊，不努力，你才会去当矿工。不读书没有学历，最后当然只能干底层劳动活，怪谁？好，我跟你讲哦，讲这句话，你一定会到最后会对自己有这种不好的。我举一个例子啊，我们家里头啊，如果漏水啊，没电了、啊，马桶坏掉了。浴缸不通啦、啊，怎么弄都弄不清楚的时候，你也只能 Google 说谁可以来帮我修理啦。没错。然后人家来修理的时候说，哦，我去你那里修理，出门至少2000啊，再看要换什么零件，你怎么办？你还是要付钱啊，不然对啊，不然你自己修啊。很多这种很基层的，现在是技术密集耶，就是这些人来，你还要拜托他呢。夏天修冷气要排到下礼拜。对，你要拜托他来帮你弄，然后你装潢你要木工，像现在木工都很缺。没错。那你说木工，那不然你去做一下木工，你做半天就好。对。你光吸那些木屑，然后那么热的环境你就受不了。然后你现在用学历来挣人家，我觉得像民众党的支持者，现在已经被柯文哲洗到像一个宗教。邪教了啦。可是你看他的民调永远卡在那，那个我跟你讲，他那个民调不会变的啦。对啊，16.6哎。他不会变的啦。精酿科。他最后还不止那个啦，他最后投出来可能会到20啦。哎呦。但是他那个16、17就吊在那里，对，再也不会动了。那国民党也别想要从柯文哲那里拉走任何的票，因为这些已经是铁粉了。好，非常谢谢这个义川大哥。那可是关键来了，这虽然是精酿科粉，对不对？可是我还是要挑战一下这个精酿科粉能不能被我列解。